say that because I would never. That's what the. Reporters 团团包围，人不发一语，快步向前。他是北朝鲜的外交部次长崔善熙。川金会宣告破局，跟他有很大的关系。Chase said North Korea is capable of inflicting upon the U.S. a terrible tragedy of a kind it has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崔善熙态度强硬，因为他不满美国副总统彭斯，认为北朝鲜可以走利比亚的契合模式，不排除对北朝鲜动武，让金正恩倍感威胁。崔善熙因此言辞批评彭斯愚蠢无知，是川普的政治傀儡，成了引发川金会破局的导火线。另一方面，美朝两国的去核立场不一，美方希望北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北朝鲜却只承诺停止核试爆、摧毁核子试验场，绝口不提是否停止核武的发展计划。북한에대한불신이가장큰요인이고두번째는트럼프좀자신이뭔가왔다갔다하는일종의그불확실성에의한적극적인결정이것도요인이아닌가생각합니다同样摇摆不定的还有北朝鲜政府，金正恩的外交手段和他的老爸爷爷如出一辙，先高调发展核武，拉高紧张情势，再提出和解让步，博得国际社会认同后，重新获得世界经济援助，存够钱继续开发核武。因此，就算国际社会希望美朝持续对话，但两国数十年的敌对关系恐怕难以一时之间化解。大爱新闻周伯先编译。